嗨，赵三。赵三，赵三大大，赵三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计数自己，我叫 Effie Gonia Wadi， 我今年29岁，我来做分，我单身，我有一个女，我爸爸妈妈追过佢，我一个自己，我算一个，我读到中学，我有经验工作喺苏拉比亚了，呢照顾小朋友。我喺2013去到2015，我喺老板屋企有3个人，佢喺太太先生度，我照顾小朋友，照顾小朋友，我帮照顾中了，混合食体多啲，中饭盒接饭盒，我做嘢俾佢食。为佢喂，我识咪送，咪再咪二咪要，我识煮餸，煮再煮咖喱粥，再煮芝柏粥薄湯。我识剪辑屋企，杀爹问爹细心动手，我劲歌但系我暗劲冇，我暗识煮肉但系我暗不煮肉。我要去香港做嘢，因为我文字比我家人同我我自己用。我希望太太先生理解我，我人生未来十年完成力做嘢，同我照老年换合约。多谢太太喺香，多谢太太喺香港做嘢。拜拜。好，如果你照顾老人家，你要唔要啊？我要。好啦，唔该晒，拜拜。拜拜。